首先的话，我觉得你们每人来一个唾鸡，清炒粪便。大熊猫在夏季的时候，基本都吃竹叶为主，它的消化能力只有17%，它很多竹子没有消化，所以你拿上来一闻，其实是竹子。对。 然后第二个工作，我们就是把这个吃剩的竹杆、竹叶，先把它收集起来，把这些碎渣全部都给扫到一块去。地面清扫完，清洗水池，就包括它的玩具。擦干净是吧？擦干净。我想的话就是和我们人吃的蛋糕一样，像一个塔形的，做个底座，做个三层的蛋糕。完不完美？哎呀，蛋糕做好了，咱们是不是可以去找熊猫猫了？我走。蛋糕来了，我们要合个影。哎、哇！我和苏苏在这打扫的这个时候呢，其实有一些地方是熊猫并不在意的，但是呢，我们的这个杨馆长还是要一尘不染的把所有地方擦得干干净净，说这是一种态度，这是对熊猫一种爱。把它养好，我心里就很开心，就像我孩子。 健康成绩好，我就很舒服了。他就是您的孩子。